你知道我平常的心情了吗？超多，专业专业，那必须的。影片开始前，还是想跟看影片的大家说，台湾有开放五种猛禽可以饲养：哈里斯鹰、游隼、红鸢、红尾狂和苍鹰。不过也必须要有合法的来源证明才可以饲养哦。台湾野生猛禽不可以饲养，不可以饲养，不可以饲养。小妹，我小妹，白河首飞。嘿嘿，今天我们又带阿波来看大家飞啦。你问为什么阿波没有飞吗？因为他前一天吃饱饱。你的那块也给他，我也给他了。是啊、哦，对啊，他全部吃掉了。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哇，你好胖啊！来，上来，这里。跑到树囊都可以当枕头睡觉啦，而且时间还没有吐，还不能吃下一餐啦。不过再一次，哎呦，你要去哪里？累啊哈！不过真的好，不过 ，Go！ 没风，自己拍翅膀，用什么风？我要去打架了。你怎么啊我？你在偷懒哦，哈！他又跑在看别人，他又想要打别人。还在看波波？你怎么啊我？因为上次打一次啊，上次打一次，上次打一次。再者，你讲是再者。喂。怎么会有阿呜声？阿呜是怎样？啊！你怎么阿呜啊？哎，波波，波波，我不可以，我不可以凶人家，不过你不要一直怪叫好不好？一直啊呜！你飞完了没？不要了，脏了。要换。他俩在看谁啊？他在看小鸡啊。好啦呀！加油，欧拉！
可以捧场一下吗？捧场一下，哎，捧场一下，波波，捧场一下。你要不要你来喂？好，我来喂。还不捧场，换你了。阿比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我瞄到你，哎 ，Hello， 在这里。你知道我平常的心情了吗？两个手很像啊！我看到了。大杯的啦，大杯的啦。哎，我宰大杯的啦。大杯的不喝。你在洗澡？长大了的小短腿，可爱的小短腿，看你腿有没有长大？没有，那腿很粗哎。对啊，大家拢在看你表演呢。是啊。九百多，快九九百九百九百，刚好九百。很多路。放映结束，当然就是要，没错，就是要吃东西呀。这次我们到英友家烤肉啦，要吃什么自己抓。喂喂喂，不是烤全羊啦，虽然有些不舍，但还是赶快回家找爸妈吧。嘿嘿，郭家的格言就是，只要我吃得够快，卡路里就追不上我啦。那个。这位朋友，你怎么这样子说话？会不会聊天啊？什么叫做卡路里速度比我吃东西还要快很多很多？我不过也就胖，20公斤左右吧。看来我还要吃得更快才行，嘿嘿。你们看看，好多鹰啊！有没有谁可以知道波波是哪一只啊？底下留言猜猜看，哈哈。你看这只孔雀好可爱，它不怕人。嗨。来，哎，他会来，来，哪一只来？来，哇，他会来耶！可是我没有饲料，他不咬我。你骗他，你骗他哎！他在那咬你。专业专业，那必须的。游起来，游起来！可以，来呀！回头回头吧！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被摸到。咬啦！很好摸哎，真的哦，我好想摸他的胸部哦。我喜欢这样，你喜欢吗？